廖月庙跟着先生孩子们一起整理庭院，全家齐心经营这一栋民宿。像个小女人般依偎在先生旁边的廖月庙，附唱附随的情境，其实过去完全不可能。因为从小在市场打滚长大的她，曾经历一段辛苦的童年，为了生活缺乏安全感的她，话语犀利保护自己。过去还因为钻研命理，曾有个响亮的外号叫妙仙姑。啊，你这眼神好不好？信主后的她，除了经营民宿，还在市场开店面，贩售各式家饰用品。这一位妙仙姑不再帮人算命，而是带给别人关怀与陪伴，摇身变成市场上的福音天使。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呢，我们的来宾哦，从小就是算在市场长大吧，因为他小时候得要帮爸爸妈妈到市场去顾摊，然后等到他长大了，就拉着先生一起去市场摆摊。在市场呢，他有个外号叫做妙仙姑，听说很会帮人算命。今天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廖月茂，你好。你好，嘉璐你好。所以叫仙姑代表很会算。对，就是做完生意的一段时间，或者闲暇之余，大家左边右边聊聊天，前面左右一起聊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我说，哎，帮我看看，我最近的运势怎么样，或者帮我们看看，哎，我有没有我要早一点结婚，还要晚一点结婚，类似这样的。对，其实市场摆摊哦，摊商之间彼此关系应该也还蛮紧密的哈。哎，对，还不错，在市场工作是还蛮有趣的。你怎么觉得有趣？因为它时间很紧凑，然后从早到晚，那你可以接触人群，面对人，那你可以讲很多话，就是来采那个买菜的婆婆妈妈，是不是？哎，对。对，然后透过、他们很会聊呢。对，然后透过跟他们聊天，然后你每销售出去的一件衣服，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嗯，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哎，今天好像生意做得还不错。所以你们刚开始卖什么？哦，我们开始第一个市场摆摊就是糖炒栗子，刚好有一个机会啦。我老公的姐姐他们认识一个卖糖炒栗子的商人，他就问我们要不要去卖糖炒栗子。那结果我们下去做一两个月以后，哎，看起来金额好像每天的营业额都一两万块这样子，可是你就觉得。我在细算，好像扣掉成本，然后扣掉你过路费、排摊的费用，因为我们要有喂猪，我们都需要喂猪。我说，哎，这样我们的利润真的不高。后来我们就把糖炒栗子舍弃，而且糖炒栗子它只有在冬天才有。所以你们在中间也做过好多次尝试嘛，哈。哎，对。所以你刚刚在讲说，在市场摆摊要缴喂猪。对。那谁要摆哪里呀、怎么摆啊？位置多大呀、是不是热门的地点啊？这一般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如果你刚入市场，没有人带进门的话，你就必须找一个中间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的猪头。主头，这也叫主头。对，就是台语讲周桃了，第二周阿桃。周阿桃。对，那你要找这个主头的话，他就是会帮你负责安排位置。可是这个位置就是有一个前提，你可能一个月就固定要给他一笔钱，他帮你安排位置。可是喂猪是另外算哦。哦。喂猪不，他就是他的手续费。对对对，服务费。那每个月都要收。对。哦。每个月都要收，然后你到、不管你生意好不好。对。嗯。你下雨的话，他还是要收。那你一个月三十天，如果你要只做二十天，你也是要付。嗯，对，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位置可能都前一天才知道，他可能会，如果你想做哪个大市场，你可以跟他提，他可以尽量帮你排，不然的话，他就会前一天跟你讲说，哎，你明天排排台南哦，不然就是排屏东。你那时候在哪里啊？高雄。哦，所以也有可能排到台南或屏东啊。对，我们最远跑到台南。所以在高雄的话，可是我去市场，我都是在固定的摊位看到固定的那几个摊商啊。对，可是他们可能是做固定的哦，就是有不一样。对，可是我们在高雄的话，像我花莲它是固定的没错，它会比较多固定的。可是，在高雄的话，我们那时候做生意真的就是四处跑。可是市场的生态感觉有时候也是比较复杂一点啦，龙蛇杂处也是有。有没有碰到一些比较冲突性的事件？比如说大家抢生意抢得很竞争很激烈啊，摆市场的时候一定有一条线嘛。大家都有一个，你排这个位置，就是前面到哪里，就是不要再凸出来。可是有些人就怕生意不好，他就故意把他摊位凸出来一点点。可是当你凸出来一点点，你就会挡到别人。那别人就出来说：“你小出来啊，我该给你。”然后这个人奈屋就开始就吵起来了。对，而且你在市场最害怕的是杜迪尔，就是跟你卖相同的啊，量给小哎。
拼价钱的，例如说，因为那个主头在排的时候，他也不是已经完全确定说你隔壁是买什么的，对，而且他也不晓，他也不见得是同一个主头哦，这可能是不同的主头排的。那你可能这里我们卖的东西，像糖炒栗子就遇到很多，我们卖糖炒栗子的时候，我这边卖糖炒，斜对面一个，前面又一个，我刚好被夹在中间，然后从那边过来的买那一摊，从那边过来买那一摊，我们就被夹在中间，可是我们在那一次就锲而不舍，一直在外面叫喊哈，然后我们就看到对面他们就很挑衅，他们就带一个牌子，几包几把就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很挑衅的说，他就是故意要抢我们的客人，让我们客人知道说他们那边有卖这样子。可是你要如何想办法吸引他们？我觉得那个叫卖很重要。对，我觉得叫卖是一门艺术哎。可是那个真的你身段要放下来。我记得那时候我老公第一次下市场的时候，他在市场我说没有声音，我说你别掏钱，嘿，要叫一挂人客，叫我们都讲说台语。叫做叫花啦，就是把客人我们都俗称花嘛，叫花叫一般，然后他就会说好，然后就在市场可能拿了一块布，五十哈，然后一把一把，进来一把以后走过不要错过哈，什么之类类似这个，然后刚开始我是看我老公喊，可是有时候我老公他回去上厕所啊，哈，他还吃个饭，那我就会换我去喊。那我觉得这样长期累积，我胆量就变大。所以你们是说叫客人花？对。然后叫丢灰、啊，然后洗脑叫做塞灰。哦，洗脑叫塞灰，就是叫他来买，怎么样去说服他？对对对，所以他们都有一定生意的数。对他如果很多人在这个摊位上的话，我们就俗称卡灰。卡灰，对，就是卡在那里嘛，所以我们就卡灰。对，好有趣。对，就是市场。我们做市场以后开始学到一些数，然后可能我会利用没有人的时候或者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出去逛一逛，现在在卖什么东西？他现在有摆什么东西？做一些市场调查，对对，哪一个东西比较好卖？所以后来我们糖炒栗子没有卖，我们就开始卖法式。哦，卖法式，我们接触到法式，然后那时候卖法式有那个小圈圈啊，我也是头都夹的都是，然后就绑两只辫子，长头发，对对，然后绑两只辫子，然后让跟客人介绍，那这个可以这样夹，这样夹，这样夹，然后我还因为那时候有卖一种魔术绑带，我们就可以绑头发，我就特别再去买了一个假头，女生的那种模特的那个假头发去学。那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我记得在潮州，我们在屏东潮州，那一天真的生意不好，那我也不知道我们前方那里还有一摊跟我们一样的。卡灰，卡灰，对，他们就搞到讲卡灰。我说啊，怎么可能？我的东西这么丰富，他怎么卡灰在那边？然后我想说，我老公就说那个女生很会介绍，说好，我去偷学这样子，然后我就跑过去，真的我就在旁边看，偷看他怎么学。他就真的，哎，这个要怎么绑，这么绑哈，然后就教客人，那我就真的把它学起来，然后我就开始运用在我的摊位上。客人来的时候，我就妹妹来，阿姨帮你绑，就妈妈都会带小妹妹来嘛，阿姨帮你绑。当我绑得很漂亮的时候，哈。而且今天嘛，搞到手上绑起来就很多客人，哎，问咋搞？就好多人在旁边排队，对。然后我就说，哎，你嘛是爱掏钱蒙妹姐哈。然后我老公就在前面帮他们包，然后我就再把他们包用几个小的那个装饰在头上，他们就觉得亮晶晶很漂亮。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生意不是不能做，但是看你怎么用方法跟技巧。哎，大姐好久不见了，需要什么？今天需要什么？我帮你介绍。这款遮光窗是我们今年最推荐新品，说明特色。廖月庙是产品销售高手，从小帮忙父母摆摊，后来又跟先生一起到各县市的市场做生意，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已练就一身好功夫。他是一个强悍的人，如果我们再看他在商场市场上，我觉得他是一定是一个女强人。妈妈很有。他们很有生意头脑，像是这间民宿，他当初我当初其实是做生意做好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我只知道他们要买房子，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多了一间民宿出来。原来我妈她真的是很会精算，就是她知道什么时候要买进那个东西，然后什么时候这个市场是会发达的，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的利润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妈很有商业头脑。如今除了经营民宿，还拥有店面，苦尽甘来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他那时候在市场，他其实蛮光鲜亮丽的，对，他头发长长的嘛，打扮得漂漂亮亮，因为看到他很光鲜亮丽。可是你在私底下看到他这样跟他先生两个节省的那一面，就觉得说他们夫妻真的很不简单，他一切都是从头
打从头从头往慢慢的往上爬这样子。刚出来的时候都差不多四点就要起床了，那有的时候跑台南，跑台南的话更早，差不多应该三点多就要起床了。在做生意之前的前置作业的话，也要一个钟头，是蛮累的啦。那个时候都是会有一个架子在，然后他们早上起来就是早上到店面就是开始摆那个架子。我小时候去跟过，就是摆架子摆架子，然后上面放木板，然后之后才会放一些要卖的商品之类的。光是收跟装那个就已经很麻烦了，还要更何况一整天的工作。廖瑞妙跟先生在市场摆摊哦，感觉起来要怎么样的话先啊，招呼客人真的是如鱼得水。但其实是因为他小时候就已经有摆摊的经验了哈。小时候爸爸妈妈是在早市还是夜市摆？夜市。我小时候的时候，爸爸其实他是有正职的工作哦，那妈妈其实是家庭主妇，所以白天爸爸是要上班的。对，他上班，然后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那我觉得爸爸在那时候他算是白手起家，我们那时候都还租房子。那爸爸为了要增加收入，然后我觉得爸爸想了很多方法来增加收入。我曾经记得我妈妈说过，爸爸还去路边就是摘那个青草，然后熬成青草汤，然后放在他们的公司门口。然后他不是用收钱，他就用一个罐子。他要喝的人丢钱进去，可是我妈说爸爸做几天就不做，因为没有人投钱，大家喝但是不投钱，对，不投钱。然后我爸就说，那他不要再弄了，好浪费时间又瓦斯钱这样子。然后后来爸爸就他，我记得爸爸，我妈妈曾经说，爸爸去逛夜市的时候看到人家在做生意，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他也可以来做生意，所以爸爸就。第一个开始就弹珠台哦，弹珠台，对，就是那个弹珠台。我觉得我爸爸很聪明的地方是，那些弹珠台都是我爸爸自己钉的啊，他自己钉，好厉害，对，他自己钉。然后，钉了以后就到，我爸爸就买了一台三轮车，那时候就是三轮车，然后后面就放载妈妈，然后载着妈妈到我们那边最近的夜市就开始摆摊。那个时候就是固定的一个摊位。那妈妈爸爸晚上摆完摊以后，爸爸可能就不见了，就妈妈顾摊。哦，就爸爸把它摆好了这样子，妈妈顾这样。对。那你们小孩是在家里吗？比较小的时候，如果只有弹珠台的时候，我们要上课的话，我们不会出去。那过年的时候，尤其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有弹珠台，我们还有那个布口啊，那个就是瓷器娃娃，有那个套圈圈。哦，套圈圈。对，那个我们过年都要排好几摊，然后可能就是戏院门口，好，还是那个夜市门口，还是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我们排了很多地方。然后那时候因为人手不足，我们都要下去排。然后爸爸可能就希望妈妈的妹妹弟弟都一起来帮忙，所以我的舅舅、我的阿姨都一起来帮啊。我可能就跟阿姨一摊，那再大一点我就跟妹妹一摊。哦，你跟妹妹两个人就顾一摊啊？对，我们那时候都大概六点多，我们就要起床。你说你大一点是多大？我记得我跟我妹妹一摊的时候，我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也没多大呀。对啊，妹妹多大？我妹妹小我四岁，三岁。所以大概二三年级。对。那有没有夜市摆很晚，然后很想睡觉、想回家的那种？会，可是因为其实家距离我们家不远，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走回家，因为没有办法让你有时间这样走来走去。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我套圈圈的那边，爸爸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是会想睡觉，所以就在后面订了一个小木屋，小小的两层的木头的房子，就是用板子三分板子隔起来的一个小空间。然后只要到十二点甚至一点多，晚上啊，对，半夜，对，他就打开说挤进去，我们就在里面挤着睡觉。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次很晚了，然后因为还有多少有客人，那爸爸没有叫我们进去睡，我们不敢进去，一定要爸爸讲，即使妈妈讲说啊你们累了进去睡，我们也不敢。一定要爸爸回来说你们进去睡，我们才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真的很想睡觉，十二点多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国小吧，然后我就躺在后面，刚好有一根柱子，我就躺在那边打瞌睡，打瞌睡。那在打瞌睡过程当中，我就听到妈妈说：“林爸爸来啊，林爸爸来啊！”这样我就眼睛一睁开，我爸就在我面前，他就手就从我头打下去，在睡什么什么？可是已经半夜十二点啦。对。那我不晓得我爸爸那天是可能是读书来怎么样。那我是不晓得他的情绪，可是他看到我们在睡觉他就生气。那我记得我妈妈就跟我说他很心疼啊，可是他不敢讲。他没有办法，他也很怕我爸爸啦，所以他也不敢讲，他也不敢
跟我爸爸讲什么话，可是在当下我就会觉得我真的很想睡觉。所以你们如果今天不想摆摊，你没有办法跟爸爸说。不行，爸爸讲的就爸爸的话就是军令。所以小时候对爸爸的是一个很害怕的情绪吗？他是一个非常有威严的爸爸，然后我也不会演说，我们真的我啦，尤其是老大，我是老大哈，从小是被打大的。嗯，那我爸爸打我们的方式就是皮带，要不然就电风扇的那个电线，然后甚至找不到这些东西，他会把他的，他会说去那个浴室拿那个水管，所以我那时候我的脚真的很少有好的，都是一条一条的。那你说我为什么事情被打？其实我都不是很记得，我只知道说可能跟妈妈顶嘴，妈妈告个状，我们就被打。是，对，还是说可能成绩不好，那达不到爸爸的要求，我们就被打。我常常那时候我都会质问自己，我怎么生在这个家庭？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那我的人生到底怎么了？我是不是欠我？我觉得那时候我常很喜欢看英国的书籍，我就觉得说我跟爸爸应该有因果关系，我可能前辈子有欠他很多东西，还是做错什么事情，我就是要来还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欠我爸爸，不然怎么会被他打成这样？然后别人在过年过节拿穿新衣拿红包出去玩，那爸爸妈妈带着出去玩，那甚至我们在摆摊的时候很多都是父母亲带来的，那看在眼里我会更心酸，因为人家穿新衣服，我会觉得我没有穿过新衣服。尤其在过年过节，我看见人家穿新衣服，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好像没有过年。对，那你就会很难过，说我那个年纪不是应该是享受天伦之乐吗？可是怎么会我的童年好像就是要在帮爸爸妈妈赚钱。那当然我不是说我不知道家里需要，或许啊，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匮乏，说我没有饭吃，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我的过年过节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从小我就开始对姓名学，对人生一些命理，我就开始生了很大的兴趣，然后就先帮家里人算过一遍，对，然后开始就是同学，好，然后不然就是出社会就同事，在透过跟他们交谈当中，他们就很准哎，你还我还怎么样怎么样，在问你当中，你就觉得有那个成就感。童年的辛苦经历，廖月庙过去归咎于因果，为了趋吉避凶，他努力研究命理，期盼借此人生多一份确定性。虽然看似获得庙仙姑的称谓，生活却反而受到钳制。那之前的话真的是连出门都要算命啊，对，那有一些的话就啰里吧嗦的一大堆，买一间房子的话说那边也要这，那边也要这，起个名字的话就要花个15000，我觉得花不下去，可是我老婆会。有时候她讲的话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准，她讲的怎么那么准，对，然后她又会排什么紫微斗数，还会看风水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喜欢碰到疑难杂症就跑去问她这样子。对啊，所以他就会帮我们算一下啊，你最近可能运势怎么样怎么样哦。说我小时候去做一些坏事的时候，然后他就会不知道怎么，他就是会突然知道。像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跟朋友跑去偷打网咖，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家的时候，他马上就问我说：“哥哥，你刚才去哪里？”我说：“哦，没有啊，我跟朋友去吃饭。”他就说：“你刚刚没有去打网咖吗？”然后我就说：“哦，没有啊。”他就闻我身上的味道，对，然后。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是已经知道了，还是他真的是梦到了什么东西。对，我那个时候就有点吓到。因为自己童年的经验，廖月庙常常在想说，我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这辈子要来还，总有这种因果的观念。所以至于他后来花了蛮多时间在命理这样的追求，而且这个对于命理特别有兴趣，好像跟家里头有一些关系。对，因为我的外公是地理师。对，所以我会常看到我外公出就是来我们家，然后我记得我连我们家的名字好都是爸妈看姓名学的书取的，然后给外公过目，外公说可以，然后我们才用这个名字这样子。然后我弟弟妹妹也是，那甚至连我们家买的第一栋房子，爸爸都要叫外公来看。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外公他来的时候，他就梳个油头，然后穿着中山装，就一副就是我们台语讲神西郎，然后拿了一个
包包，我就觉得哇，外公好帅哦。你觉得外公很帅？对，我那时候觉得哇，外公好帅，然后我就觉得说哇，然后他跟爸爸讲说，这跟美爸也塞也塞，好啊，但嘞，加踩煞，他就跟我爸爸讲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哇，那当地理师很威严哎，然后讲的话人家都必须信任，不能质疑。那我就觉得说哇，那很棒，我就那时候就还蛮信任，就觉得外公的职业很好，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对姓名学，对人生。一些命理我就开始生了很大的兴趣，对，然后那时候我只要有空，我就会去书局买很多命理的书，自己研究，对，自己研究，然后我也会去外面上课，哦，也去上课，也会去上课，然后再自己回来研究，然后就先帮家里人算过一遍，对，然后开始就是同学，好，然后不然就是出社会就同事，在透过跟他们交谈当中，他们就很准哎，你还我还怎么样怎么样，在问你当中，你就觉得有那个成就感，有成就感，对，那你就觉得说啊，我人家可以信任我，好，然后我讲的话他们也非常的相信。所以你自己喜欢命理，这个在那个时候也受到外公影响，然后外公好像对妈妈影响也还蛮大的。所以你们小时候生病啊什么的，都不一定是去看医生哦。对，那时候因为可能我觉得妈妈也觉得医药费很贵，因为我们就四个孩子。然后那时候就因缘际会，有一个邻居的阿姨吼，就跟妈妈讲说，哇，在哪里有一个就是在帮人家看的吼，你带小孩子去，其实不用花很多钱哎，然后都还蛮有效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有。印象以来我没有看过医生，从小没看过医生，对，妈妈就带我们一家大小，妈妈常说她就骑着脚踏车，然后后面坐一个啊，她就背一个，然后前面可能再坐一个，然后就骑脚踏车去到那个阿桑那边，那个阿桑就是坐在那个桌子后面，然后我们就在桌子前面，对，然后那个阿桑就你安怎，好，然后我们不会讲嘛，妈妈就说哎，一感冒啦，流鼻啦，吼，啊，一直咳嗽安尼啦，吼，那阿桑他就会这样，哦，你好哈，哦，你身体健康哈，哦，你袂咳嗽哈，然后我们都没有讲话，讲爱讲好，你都哦好，就这样，然后也没有吃什么，也没动什么胡花碎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你来这边看他。让他医治你，你就是不可以吃药。可是你说咳嗽流鼻水，本来就过几天不用吃药就会好了。对，所以我妈妈就那时候都一直很相信啊。可是等我大了以后，我就跟我妈一直解释说，妈，自然的现象，科学的现象就是你感冒，其实你只要多喝水、多休息，一个礼拜一定会好。所以我都觉得我妈是迷信。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我骑脚踏车要回家，然后就一个窟窿，不小心我就跌倒了。那跌倒我就整只手断掉。然后那时候我就哭着啊打电话，请邻居帮我打电话叫我妈妈过来。然后附近的一个邻居就打电话叫我妈妈过来。妈妈一过来就开始骂我说啊你想弄起来啦吼啊，就领着我回家。然后我本来想说啊妈妈终于要带我去看医生了，我心里还蛮有期待的。行啦，我揣来阿桑遐，真的就去阿桑那边哦。他就看我的手断掉，他就跟你讲说，好，没有你好，我的手好你好，我的手袂疼安尼。然后你就在这边好好安尼。那等到我回到家，爸爸晚上下班回来就开始骂妈妈，就说那个手断掉不就要揣去接骨的遐接骨啊？你怎么带他去看阿桑？他就我爸就有点。其实我爸没有那么相信啊，然后就骂了，数落了我妈一番，然后我爸晚上就拿那个药酒，因为我爸爸多少学过一点拳脚功夫，他就帮我把它弄修复好了。后来我就把爸爸把我瞧回去了。那爸爸也是厉害哎。对，他就也没有狗药，他就是那个药酒，好慢慢把我推拿，然后整只手就复原了。对。那后来你说你长大开始也喜欢帮人家算嘛，对不对？你自己也喜欢帮自己算吗？自己可以帮自己算。会啊，可以帮自己算。我那时候就第一个姓名学嘛，我们就先算自己的姓名学哈，我的笔画哪里不好。我曾经还一度跟我妈说我要改名字，爸爸给我取的这个不好。是是是。对，然后妈妈跟爸爸讲，爸爸就说我取的就是最好的，所以不可以改，所以不给我改，不然我一直觉得我的名字不好听哈。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开始去算命盘。好，然后看我可能几岁会遇到好老公，然后我要从事怎样的工作，可能对我比较有意义。你是自己算自己还是给人家算？我要，其实我们有时候看牌是会有盲点，看自己的时候会有盲点，会觉得说我看的到底是真的准还是不准。通常喜欢算命的，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很常算的就是感情啊、结婚啊这种。所以你跟你先生结婚前，你也去算？哎，对，我跟我先生结婚，我交往两年多嘛，哈。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知道我要嫁给他，因为他是一个真的很好的老公。可是我心里总是还有那一点点的不确定感。那我就觉得
不行，我还是要拿他的去，因为我看他的命盘是觉得 OK 啦，很好啦，可是我觉得不行，我要透过第三者来告诉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所以我就问了我老公的命盘，然后就又找了一个老师帮我看，说，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我可不可以嫁给他这样子？然后那老师就说，这个可以，这个你可以掌握他，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要嫁的人是一个我可以掌握的人，不能是这个人掌握我。我至少要管他管得住。对，因为我觉得我不要再找一个像我爸爸这样的人。因为后来这个老师跟我讲说，这个男人可以，你可以管得住他。那后来我就好，那我就嫁给我老公。我们又在一起。带小组玩游戏，廖月庙幽默风趣的话语常常逗得这一群年轻的教会弟兄姐妹乐不可支。除此之外，只要大家有各种疑难杂症需要帮助，他不吝分享。而愿意如此无私的付出，起因是当年的他也是因为一位基督徒耐心陪伴与教导，个性才一点一滴被改变。去了小组之后，他就第二天他就跟我们分享，教会真的不一样呢。一直跟他讲，不同款呢，才去小组两次哦。我老公就跟我说，阿妙不同呢。我就说，阿诺，他说不知道呢。他觉得他的笑容里面有那种温柔的感觉。对，他说他跟他以前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都觉得他是很凶的人。改的蛮多的。尤其他当上小组长之后，带小组之后的话，他在跟人的协调互动之中的话，我是认为他的身段更柔软，而且跟人互动的话是更协调。那这一点我是觉得蛮不错，进步蛮好，进步蛮大的。他在照顾或是带领好弟兄姐妹哈。就好像是一个大家长一样，形同一个母亲的那种长者的心哦，来照顾这些年轻的孩子。喜欢帮人家算命，自己也喜欢算的廖月庙，在一个很特别的契机当中，有机会开始接触到教会。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教会的？应该是来花莲的时候才接触到教会。然后在花莲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市场摆摊，那市场的位置就是比较固定的，你可能一档下来就是一个礼拜。那我们就会比较多的时间去逛街。那因为那时候小孩子还蛮小的，可能都还幼稚园。一个大班，一个中班，小班。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买童装。然后我们那边有一摊固定的童装。是。然后我就会，他们夫妻是基督徒。然后他就会跟我聊上帝。那我都觉得我听一听啊，因为我都觉得我不可能信主。好，因为我都觉得我是只是想跟你套关系而已。我只希望你给我打折而已。对对，这是我的目的。对。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聊到说他们的牧师是，他说我们的牧师哈，他有启示性祷告的恩赐，他是要跟你祷告。他那时候讲启示性，我根本听不懂。他就跟我讲说，他在为你祷告，他就大概知道哈，你可能有一些经历什么的。我想说，怎么可能？这不是跟我们南部的通灵的是一样的？莫非这个牧师也通灵这样子？那我就激起我的好奇心，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还蛮重的人，我就觉得真的嘛？他就说真的，他们的牧师哈，为你祷告，他有这样的恩赐。那我就说好，那再一次他就跟我。邀约他们有一个福音茶会，小组福音茶会，那我就说好，那我会去看看，我会去参加。那到了以后，他们正在敬拜，在敬拜。那在敬拜过程当中，第一首诗歌唱完了以后，我倒觉得还好。可当第二首诗歌下来了以后没多久，我就看到我前面有一个女生在哭。我心里就有一个 OS。什么好哭的啊？搞错了，哭什么？我就觉得不会吧，有什么好哭的？然后后来当他越哭。越久，时间一久，我就开始觉得我心里也酸酸的。这地方太可怕了。你说这地方太可怕了？对，竟然会让我酸酸的。因为我想说，以前我拜那么多，走那么多庙拜拜，我都没有想哭的感觉。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会想哭？对，而且那个感觉就让我觉得说很可怕。那你后来怎么还会愿意再去呢？我就不去了。你就不去了？我就不去了。那后来是因为我开始决定要在花莲定居。所以那时候我看了一个店面以后，其实我定金已经给他了。可是当
那个要租约日期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开始害怕了。我真的要租吗？因为一租我就回不去高雄了，我就必须在花莲了。那我要把我全部的可能我的存款可能要放进去，那我就很担心。那家里的决定权一向都是我，都是我在决定的。那我就问我老公说：“你决定好不好？要不要租？”我老公都说：“你决定就好。”那我老公就，我当下我就压力很重。那我就想说：“那我去拜一拜好了，然后我去挂这个碑哈，问看看到底可不可以租哈。”那好奇怪，我在那边跪了大概一两个小时，我织了好多的那个卜杯就对了，就是没有杯。你问他说，我还是我定金赔掉，我不要开好了，没有杯。然后我问他，好，那我就硬着头皮我开下去好了，也没有，我没有答案，对，然后压力很大，对，我就很巧，我走到我的摊位，我就看到我那天去教会那个小组的小组长哦。就是那么巧，他就是走进来了，他就说：“哎、欸，我要跟你买东西。”我一看到他，我眼泪就快流下来了。你不知道为什么、欸，哎，你就觉得好像有一块浮木飘过来了。对对。那我好像可以有一个答案了，然后好像好想抓住他。然后他就说：“你怎么了？”他看到我流泪，我说：“我可以找你聊一聊吗？”然后他就说：“好啊，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开店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为我祷告，给我祝福。然后那时候就让我开始有信心。我就真的把店开下去。那因为我们开店的祝福礼拜他也有来，那我就想说，那既然都来我们祝福，来为我们店祝福礼拜了哈，那我就跟我老公讲说，我们至少回馈一下，你也陪我去一次小组哈，给人家谢谢一下，因为人家那么小组全部人都带来为我们唱诗歌哈，然后他就说好。然后那天我们去到那边，很奇妙的又很巧，我们的主任牧师刚好去探访，就是关心那个小组，所以我那一天第一次遇到我们的主任牧师，然后很特别，就是在会后的时候，主任牧师单独为我祷告，那主任牧师一为我祷告的时候，他的手这样子按住我的头的时候，就很奇妙，我那个泪水就一直流，是，就一直哭，是，我哭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被释放，就好像有一个力量。让你挣脱那个枷锁，你好像自由了。是，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那时候牧师有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见你们夫妻躺在一张床上，然后你跟你老公是背对背的。所以你跟先生那时候有什么状况吗？因为我那时候跟先生，其实我们如果吵架，我们是不沟通的，我们就是冷战，可能就是。好，不讲话都不讲话，那就三天啊，五天啊，那你可能盯看谁盯最久啊。可是后来通常我老公会盯得比较久，他就真的都不讲话。后来可能就是有一个破冰说要不要吃饭，好，然后就透过这个就可能就讲话，那就好了。可是你之前遇到问题没有解决啊？对对对。那我就觉得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就是你会慢慢累积那些情绪。你那时候有打 online game 吗？对不对？对，我那时候其实还没认识，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很沉迷于线上游戏，因为其实在市场的生活其实很单调。是。那在顾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开店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我要顾店。那顾店的时候，小孩子去上课，我载完小孩子去上课的时候，可能老公就去市场，那我就开始玩线上游戏。可是我相信我老公在当时应该很埋怨我，因为我没有选择跟他一起去市场。我觉得他当时应该是埋怨我的哈，所以或许我觉得在当时我真的觉得我的生活太平淡无味。那每天就是这些跟这些。那先生会抱怨吗？他会直接跟你讲，叫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这样子。他倒是不会，我没有听过他讲。其实我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不会对我讲出。可是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到还对他蛮亏欠。他那时候就我都不知道你几点上床睡觉，所以我真的都打到半夜，然后他可能就是隔天起来他就会去市场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可能在跟老公的关系、跟家庭这一块我忽略掉了。其实因为我们做生意的关系，小孩子曾经有一段时间都是在阿妈家，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因为我们花莲、高雄这样跑。我真的小孩子没有办法兼顾，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在中班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儿子带去幼稚园上课，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小孩子先帮我带这样子，然后可能花莲的生意做完回来再看他。那我会比较心疼儿子，是因为儿子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妈妈，为什么我们学校办的母姐会，人家都是妈妈来，我只有阿妈来，那我每次都看不到妈妈，然后我就没有话讲。然后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又跟我提到这件事，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曾经在那个时候我都以为你不要我那我就会很难过，说没有，妈妈没有不要你，妈妈只是因为要赚钱，所以对儿子那个亏欠，我就觉得说
如果可以，我希望会在那个时候把他带在身边。哎，就帮我倒一杯水，那我就冷眼看着他，你没有手，对自己倒，对，为什么要？哦，我就觉得说你自己会做什么，叫我去做。可是当我开始进入教会，我开始读经祷告，我知道丈夫是童，所以当我老公有时候跟我讲说，哎，你去帮我拿个什么东西，我还是帮我倒一杯水，我说是的，老爷。苹果比较小，以后要买大杯一点。现在的廖月庙改掉坏习惯，整个人焕然一新。过去常扮演扛责任的角色，现在因着信主，对于一家之主的眼光也有了改变。而这对夫妻在镜头前互动虽然羞涩，却看得出来其实彼此有份深厚的情感与默契。她跟她老公讲话的态度也变得很不一样，他比较会有撒娇的那种口气出来。以前是，很严肃，我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你都不要跟我啰嗦，就是照我说的去做。对，可是信主以后就不一样，我就发现说，哎，月庙姐她开始好像他们讲话，月庙姐里面就有带一点温柔，然后会听进去她老公要跟她讲什么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跟我妹在坐车的时候，他们有时候的互动会让我跟我妹有点恶心，就他们有时候会有时候他们聊天聊一聊，然后可能会讲一些，我爸比较不会，我妈可能会讲一些就是比较肉麻的话了，可能会这样。牧师有教他说，就是一天到一天，从早上讲一句说老公我爱你，那晚上睡觉之前也要讲一下我老公我爱你。可是这牧师教的，那其实他也有身体力行，每天都有讲。现在就习惯了。现在有的时候他一天不讲，我还觉得很奇怪。因着家庭气氛的改变，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也变得无话不谈，对我们的方式就有点改变，就像是有点像是朋友。有时候我跟我妹在互相开玩笑，她也会突然插进一个玩笑话。对，虽然有很多时候会让我妹很无言啊，可是我就想到，我就那其实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转变。现在可能他们距离拉近了，然后宏涛会找妈妈讲心事，对，然后甚至我有时候会听他在讲儿子跟他聊心事的过程，我都觉得好羡慕。从第一次去教会觉得很可怕，后来落跑，到后来再次接触是因为参加小组的关系，结果进一步的就越来越频繁的到教会当中去参加聚会嘛。所以你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之下，你就觉得说，哎，我应该要受洗，真的来接受这信仰，经历神。是，我记得我在沉迷线上游戏的时候，甚至我在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都会抽烟。然后我开始警觉到抽烟不好，因为我发现小孩子在模仿，他们可能拿着吸管就学我抽烟的样子。那我就觉得说不行，我是一个榜样，那我怎么可以把这些坏习惯让我的孩子看见，让他们学习？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要戒烟。那我那时候先跟自己这么讲，我说我不要先祷告，我要先透过这样的方式，先透过自己的努力。对，我要先用，因为我觉得应该靠我的意志力可以。后来我发现办不到，我还是抽，我还是会控制不住，我还是会抽烟。那后来就觉得说，那不行，那我试看看祷告好了，是不是真的可以？因为我听过很多人戒烟的例子，透过祷告嘛，那我想说，那我祷告，那我就第一次跟神祷告，我说神，你就帮助我戒烟这样子。那我就记得再一次，我有一个朋友来找我，来我家里找我，刚刚开始要戒烟的时候，跟他聊一聊，下午他走了以后，我突然发现，哇，他抽了三根烟。那为什么我刚开始一直都没有发现他抽烟，而且我好像眼睛是被蒙住的，我完全，因为你知道吗，抽烟的人，你知道前面有人在吞云吐雾，你一定会受不了。那次我就经历神，我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会眼睛看不到他的烟？那我想说怎么可能会受得了？对，我一定会受引诱哈。对，可是我就真的没发现，那就很奇妙。那一次我就戒掉了，就再也没抽了。对，就戒掉了。就突然之间，对，就戒掉。那连线上游戏也是啊，我那时候惊觉线上游戏影响到我的生活，是跟家里的生活品质。我那时候也跟神祷告，我就跟神说，神啊，求你捆绑我的线上游戏，让我拿掉它，我不想再打了，因为我觉得对我的生活没有意义。然后那时候当我做这样祷告，
当我做这样的祷告完以后，真的很奇妙，我甚至隔天我就不想碰他了。嗯，我从那时候我就没有再玩线上游戏了。那我就觉得说，哎，好像真的有一位神。嗯，所以我就开始在教会服侍，在教会装备，然后受洗。那后来夫妻关系有出现不一样的改变吗？有，我记得有一次在我早上到11点，我睡到大概11、12点起床，然后我起床，因为那天我老公没有去市场工作，他那天没有位置，他就没有去工作。然后早上一起床的时候，我到楼下，我就看到我老公在整理前面的一些东西，就把一些东西东移西移就对了啦，那就弄得蛮乱的。那我觉得我刚起床我就有一把火，他就不太高兴。那当下我说好，那你慢慢用好了，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了，我要出门了。那我就走出去，我真的就走出去，用走路的。我就一面走，我就一面生气，我就一面跟神抱怨。我说：“神啊，你看气不气？看我老公多生气，他就故意找我麻烦。好，让我刚睡醒，他就要给我搞一些东西，让我等一下哈，就是很忙，还要收拾的。对，我就很生气。我说：神啊，真的，我有错吗？你告诉我，如果真的有错，你告诉我。那不然的话，你就要告诉我老公他错了，这样子。我跟神抱怨哦。在当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话。他说：“你有没有想到？”我就啊，想到什么？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睡到这么晚，你老公都没叫你？”哇！我当下觉得我的心被扎了，扎了一下，我就说：“对啊，我睡到11、12点。那我睡到自然醒，他都不会想说叫我下来帮忙工作，还是叫我下来顾店面，他都没有，就他自己处理，对，他自己顾。然后我竟然还埋怨他。嗯，好，那我跟他道歉我就觉得我要找机会跟他道歉。其实我们从结婚到现在，也应该说从以前到结婚，我没有跟别人道过歉，因为我蛮强势的，所以在我的个性上要跟人道歉不容易。可是我觉得，我透过教会的装备课程，哈，一些教导，我觉得真的错了，我们就要说对不起。所以那时候，我们隔天我们到一个美伦市场去做生意。刚好那时间没有客人进来，然后我老公就在我旁边，然后我就站在他旁边，我就看着他，我说：“老公，昨天对不起啦，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老公表情有点惊讶，然后想说他老婆怎么可能会道歉？说对不起。对，然后就看他也不知道该回答我什么，他说：“哦，不啦，不待机啦，不待机。”他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当下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说了就是一种释放，这是我们夫妻沟通的第一步。那看待一家之主的那个眼光，是不是也变得不大一样？对，因为我觉得开始我们进入教会以后，我们会读经嘛，会祷告。那当我读经的时候，我就读到一个经节，就是说，我丈夫是我们的头，对，好，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丈夫，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哈。然后在那时候，我的个性哪有可能我是头，我才是头吧？那我老公是我讲的，他要听吧？怎么是我要听他的？那我就想说不对啊，因为以前啊，我跟老公的方式就是，他可能有时候会拜托我做一些事情，例如说举例，他可能会说，哎，就帮我倒一杯水。那我就冷眼看着他，你没有手，不会自己倒。对，为什么要我？我就觉得说你自己会做，为什么要叫我去做？可是当我开始。进入教会，我开始读经祷告，我知道丈夫是头，然后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开始改变我的个性。我觉得，我要去赞美我的丈夫，我要去成长我的丈夫。所以，当我老公有时候跟我讲说：“哎，你去帮我拿个什么东西”，我还是帮我倒一杯水。我说：“是的，老爷。”我就开始改变我的个性。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的态度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我的改变。我想他一定有觉得你的改变。对，那我就觉得说。我要把他当老爷一样的侍奉。可是你自己心里头是觉得喜乐的啦。对，对，我会觉得很喜乐，因为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这样的转变，其实我们家里和乐很多。那进入到信仰之后，再回头去看待自己的童年，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那时候看了一本书，天堂是如此真实。那我在那个书中，我每看一次我就流一次泪，因为我看见那里面的作者跟天父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他天父透过这一本书对这个作者说：“你是我最特别的女儿。”那我觉得我好像一生都希望得到爸爸一个肯定，我希望得到肯定。那我觉得我在天父阿爸这边得到了，天父他给我从小得不到的父爱，是他满足了我这一块的爱。所以，那我觉得我只要在祷告的时候，甚至我在教会的时候，我只要想到。天父我好爱你，我就一直哭。他让我觉得就是真的有一个神，他爱我，他满足我所有的需要。而且不管我们怎么样的糟糕，做了什么对不好的事情，他都无条件的爱我们。对，他就无条件接受我们。然后你只要透过祷告，他就会告诉你，他满足你。然后
让你的心里很平安跟喜乐，那你就觉得说，哦，那我从小没有得到父爱，我在阿爸父这里得到被满足了，对，他满足我的需要，那我就会觉得说，天父他真的就是代替了我爸爸小时候这一块的，弥补了我心中的这一块我想要的爱。那你最后还有没有一些特别想跟观众朋友分享的？人生就像一出戏，那我们都是剧中的主角，那我觉得我们要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勇敢地承担我们在剧中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而且我觉得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选择权，那你或许有时候当你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或者错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静下心来祷告，是是，然后倾听你内心的声音，是是，或许你会看到亮光，对 对, 对，所以就如同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蒙神的喜悦，做神无愧的工人。你刚刚在讲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角色要扮演，怎么样把自己角色扮演好，对，那我就想说，你在市场的这样的环境工作，每天都要跟很多人接触，哦，其实就会变成很多人的祝福，哎，就像当初你开始接触到信仰，是一个卖童装的一对夫妻，对，那可能现在也因为你卖的东西是别人的需要，跟你接触了之后，进一步就把福音带给对方了，对对，哦，也是别人的祝福，对，所以在市场，我觉得认识神跟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在做市场生意是真的不一样。你可能之前就是为了赚钱，可是当你认识神以后，你会以福音为主，那我今天可能跟他他成为我的顾客，我就可以开始邀约他到，可以多跟他聊一聊，多关心他的生活。对，我觉得我的生意场所等于就是有一个服侍的合场。太棒了，感谢你今天的分享，谢谢嘉，谢谢，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亲爱的朋友，你有认识过喜欢算命的人吗？当算命前算命后，人会因为所算的命更加的喜乐开朗吗？很多时候你发现，当迷上了算命，可能会一个算过一个，因为一直没有把握到底这个说的准不准，那个说的有没有灵验。会算命其实背后想要的是参透天机，想要的是知道确定下一个步骤我所做的决定是不是有把握。在今天我们听见月妙姐妹生命的故事，她连婚姻都要拿去算，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她算的目的是希望一个算到一个能听她话的丈夫，而不要她服侍的人。所以你发现人尝试要透过算命要确保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然而在月妙姐妹的生命里面，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算命的故事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改写。在我们生命遇到不确定的时刻，我想请教人不一定算命，我们总是会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很多的不确定变得更有把握。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曾经到他乡异地旅行的经验，我想你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你需要的可能不只是有人指指点点告诉你路怎么走，最让你感觉到安全感的是那个人愿意陪你从这里走到你想去的地方。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每一个神所爱的儿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就是我们不只是问这位上帝说，上帝啊，我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这位上帝他应许的是与我们同在，而且带着我们一路走到他要去的地方。对月妙姐妹来说，她好希望能够父亲牵着她的手走这一个人生的道路。小时候她很害怕自己的父亲，因为很严肃，她很羡慕人能够经历到被父亲牵着手的经历。而亲爱的朋友，不管我们生命尝试要从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工作职场当中得到一个被带领的安全感，在今天上帝透过月妙姐妹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他有一双愿意带领我们前行的手，上帝愿意带领我们从这里走到他命定的幸福，不再是我们过去惶惶不可终日，从这个朋友问到那个前辈，从这个算命师到另一个灵媒，我们尝试要为自己的不确定找到最后最后那个最有把握的事。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为我们预备非常清楚的道路，他不只是告诉我们他自己应许我们要陪着我们带着我们往前走，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
牧羊人，他爱他的羊，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朋友，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里，你会经历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带领，不再是自己走路，而是有一位爱你的牧羊人带你走生命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如何把福音的恩典临到月庙姐妹，恳求你在今天也把这一个福音的恩典临到我。我要把我许多的不确定交在你的手中，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婚姻，各样的难处，我仰望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恳求你牵我的手，带我面对，带我经过许多我害怕、恐惧、不确定的事，好让我回头看，能够看见原来这一路都有你恩典工作的痕迹。这是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神愿你卸下你的重担，让耶稣带着你往前行。